我们把刚擦加 pass， 你还有两次的机会，延伸左手左脚。欢迎来到 Power Pilates 第十一套，我是 Alan， 他是 Up and Down 的培训师招胜。第一手的站姿暖身，好，我们把双脚回到平行脚站姿，好，准备，直背向前对折，卷起右脚右手侧弯，吸 and pull， 直背对折做宽脚链，然后从尾椎卷头顶，来你的右手右脚，好，动作放大，更靠近大腿，挖肚子上来，打开你右边的肋骨，还有你的躯干。One more time， 配合呼吸，吐气，对 ，cross 的远一点啊。好，准备第一站姿，并脚跟，双手预备，来前点右脚，右转，好，往上 relevant， 左脚画一个 circle， 耶、yeah。前点，转向右，脊椎旋转，启动平衡，画一圈，回到平行站姿，手贴好，直背从头。第二回合更有效哦，侧弯。好，所以你希望能够活动脊柱的范围大一点，卷起来，启动你的背，然后打开身体的侧面，好，连接呼吸做，吸 and pull，breathe in，and 好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呢前后打开脊椎的屈跟伸展，然后再做侧弯啊、哦，一样，脚跟并低站姿，手准备，右脚前点，扭转更大的范围。Relevant， 踮脚跟一圈，稍微蹲低哦，自己来。Good， 这个组合的第二回合，我们会连做四组。来，专注旋转，重心稍微降低一点。好，臀部上提，画大圈蹲低。One more try， get low， 点得最远，转到最大。Yeah。想到上面有一条线拉着你，好，直接打开平行脚对折，上来，侧弯，吸 ，and pull， 专注在脊柱的活动上，专注在呼吸，好，脚跟并，双手准备前点转 ，yes， 启动平衡。圈大一点，稳定。Yes, good。好，当你呢整个 relevé 上来的时候，全身肌肉用力，画圈的时候身体保持稳定。Try again。Good job。Yeah。你有做对了吗？最后一回。Good。我们准备结束右边的练习。慢慢的吸气，双手捧起来，吸，吐，停。好，我们准备换左边，回到平行脚站姿，重量落在脚跟还有脚掌之间，准备好了吗？同样的左边，好，一样的品质，直背，吸，肚子挖，左脚左手侧弯。Good， 我们刚刚已经稍微做过这样的直背跟圆背了哦，但我们是第一次做左边的侧弯，所以是慢慢的适应哦。一样连接呼吸，吐气，脚的位置尽量交叉的远一点。Good， 好，想象用你的左手指引你的身体打开，准备。第一站姿预备，并脚跟，手准备，左脚点，左转 ，relevant， 提高，右脚画一个圈，自己来 ，good，relevant， 没问题哦，好来，可以了，脚平行，手贴好，
直背，圆背，交叉，打开的更大。Yes， 呼吸，吐 ，Good。呼吸是我们 Power Pilates 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哦。来，我们脊椎活动范围更大。那么在第二回合，你知道我们动作范围要加大，做到最有效果的哦。但还是在暖身，所以要请会员控制他的活动范围。Good。好，准备第一站姿，双手准备，左脚点。Good，Relevant。Circle， 好，我希望呢，你稍微把脚延伸的远一点，让支撑脚蹲低哦。所以包含画圈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支撑脚蹲低。Awesome， 自己来。啊 ，Good， 最后一遍，你要记得，在你画圈的时候，身体要保持稳定，重心降低。直接平行脚打开，直背，吸 ，and pull， 交叉 ，beautiful， 最后一回哦，这个脊柱活动的范围要尽量做到最大，把活动度打开，肌肉启动，脚跟并，手准备，前点 ，yeah，relevant。头顶顶上天花板，重心降低。Good job， 记得画完圈回来的时候，提醒会员大腿的内侧要夹紧，来启动骨盆底肌群，增加负压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然后慢的吸，吐气，再一次快的呼吸一组，慢的呼吸。Awesome。结束，双手慢慢捧起来，吸，吐 ，Good job。暖身结束之后，马上进入第二手的 Standing 皮拉提斯。好，右脚侧点大步完之后，左脚做前旁后点。那我们准备跟上咯 ，Double tap， 吸，吐。吸，前旁后 ，front and side and back， 稳定骨盆哦，重心可以稍微降低，把你的支撑脚弯曲，好，示范完脚，点头一下，手准备，加手延伸，好，前旁后的时候，手捧起来，打开，延伸左手左脚，好，试试看。Reach and curls， reach 捧起一股力量，张开你的心，延伸拉长。好，会了自己来。好，记得提醒会员，有困难可以选择不加手，手叉腰稳住骨盆就好。那新动作准备喽，右脚交叉加 passe， passe 抬起来。保持骨盆稳定，侧抬蹲地。Yes， 好，再一次后交叉 ，passe 可以选择点地，侧抬也可以选择侧点来代替哦。准备 ，triple pose， 蹲三下 ，three， two， 收脚手放下，让大家休息，再一次。好，准备从头点头一下，点头侧点 double， 所以点头是一个很好辨识的方式，前旁后。这是第二回合，你知道的，动作要更有效，延伸的更长，对，重心蹲的更低 ，reach。好，我们请会员试试看。保持躯干的稳定是站姿练习的重点。好，准备后交叉蹲加 passe， 很轻。侧抬的时候要稍微蹲低，感觉你的脚滑过地板。再一遍哦。好，记得一样提醒会员，有困难我们做点地的替代。
好，侧脸一样可以点地，但我们会把支撑脚稍微弯曲。好，后交叉蹲三个 pose， 三、二，收脚手放下。第二回合这个动作，我们会重复四次，来堆积一点乳酸。然后上半身一样是要稳定，感觉上半身拉高，像有一条线拉着你。我们准备从头直接侧点，我们准备结束咯，跟着最后的尾奏拉长延伸结束，点个头，我们准备换脚，重新稳定骨盆，听前奏，侧点 double。 好，你会预先用呢前奏来示范一下同样的组合。准备左脚启动，骨盆保持稳定，前旁后 front and side and back， 所以是右脚做两个侧点，穿越中心线。好，换右脚做前旁后，我们脚熟了，点头手准备加手，感觉 reach 前旁后 right。 我们再练习一次，当然你换到左脚，会员可能有一点不适应，让他有足够的练习时间去增加他的协调性。 Go， 当然你可以提醒会员可以选择不加手，一样。好，我们准备第二个动作咯，你还记得吗？后交叉加 passe， passe 保持骨盆稳定，嘿、hey, ，侧抬稍微蹲低，回到 passe， 长高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来，有困难记得提醒脚尖点地的替代，侧点或侧抬，一样要重心降低。Triple pose， 挺胸，收脚 ，Good。好，待会点一下头，我们准备从头回到第一个动作咯，点头侧点左脚 double。 你知道第二回合我们要做的更有效果，所以支撑脚再把它蹲得深一点，扎稳，来踹踹看。提醒会员有困难可以不做手，但记得要把肢体延伸拉长，重心脚蹲低而且保持稳定。好，一起来 yes。你可以在最后一个后点把手脚拉到最长最圆吗？来，后交叉加一个 passe， 侧抬，重心降低，保持稳定，骨盆不会歪掉。一起来，可以选择点地的替代哦，让我挑战强度，可以点地，可以抬起。好，三个后交叉 posing， 三、二、一， you got it。 堆积一点点乳酸，然后保持核心的稳定，打开你的心，带着喜悦，准备最后一回，从头保持优雅，像招胜老师那么优雅。结束，点个头 ，Good job。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三首的普拉提斯 transition 姿势转换训练。前奏有两个八拍，听倒数，四、三。第一个组合，座椅式祈祷。前脚点脚尖，好，来祈祷回来，前弯或替代直背，祈祷，点脚尖的时候感觉躯干保持稳定，重量落回脚跟，前弯或直背，再练习一次。所以第一回合这个组合会练三次，稳定哦，直背或前弯。好，第二个组合，卷上收下巴，卷下走路或停直背，一二三四，一二卷起，肚子挖深，直背或走放式，一样
第一回合第二个组合练三次，让会员更熟悉组合的内容。好，三次练完，从头第一组合祈祷做一次，直接祈祷，踮脚尖，保持支撑，脚稳定。好，挖深肚子或坐直背，再一次祈祷。我们第二回合只有两次的机会哦，请各位在两次的机会指导会员做得更好。第二个组合，卷上、卷下或直背，走路或延伸双手 ，yes， 卷起、卷下。所以第二回合两个组合都只做两次，把握机会。好，从头第三回合祈祷，点都一律做前脚哦哈。待会同样我们换边哈，等下一次再一遍祈祷，重量落到脚跟，稳定 ，yes， 推掌，圆背上来。卷下或直背，来听，前手后手，前手后手 ，front back front back， 对，下，前手后手，好，准备结束做祈祷做一次的组合，最后一次组合，专注，点到最远，推到最长，耶、yeah, ，那怎么结束呢？卷起来，跟着音乐结束。同样的组合，我们换后脚开始咯。准备好了吗？重心脚要转换咯。四、三、二，祈祷做一式，祈祷世界和平哦。后脚推掌点脚尖。Yes， 好，你可以选择直背哦，呼吸背拉直，重量落脚跟，脚尖点到最远，手推到最长，保持你的稳定。Yes or no？ 好，自己来，吸，吐，吸。第二组合，卷上。卷下，后手先走，后手回，再来，收下巴，挖肚子，去 ，good， 再一次，下巴收 ，yes or no？ 准备第二回合从头咯，来做一次。祈祷我们线条变得更好，祈祷我们重心变得更稳。Yes， 前弯或直背哦，前弯的肚子挖深。当然，大腿后侧柔软度不理想，一样可以做前弯，只要双脚保持一点弯曲，压力就会比较小。来，准备卷上卷下 ，Good， 来听。后手前手后手前手，好，再来，用背卷上来，用肚子卷下，离心拉长，对折，回到祈祷座椅式，推。Yes or no？ 喜欢这一次编排的组合吗？跟以前不太一样哦，所以记得要提供替代，因为我们都是从下面上来哦。好，卷上卷下 ，roll up，roll down， 走路后手先哦，再来。Yes， 我们准备最后两个八拍结束，回到祈祷的座椅式，后点，推到最远 ，Good， 来，我们怎么结束呢？卷起来 ，Good job， 第四手的 Plank， 拉弓箭，预备。前手推回，换后手，
回来，重新稳定，好，换边，好，老师请改直吸，可以提醒会员做替代哦。好，设定好棒式，四、三，前手往上拉，换后手，好，做这个水平拉，手掌直接离地，保持肩胛稳定，所以手肘弯曲九十度，所以做肩关节的水平外展跟肘关节弯曲，再试试哦。中间如果觉得累，随时提醒会员跪下来，保持三点平衡，来脚尖慢慢往外点，慢的收回，换边，保持骨盆稳定，加快 ，one two， 骨盆不会晃动的太厉害，再四个，三。二，好，累了吗？拉弓箭来，转换一下动作，回，骨盆跟臀部同步转动哦，有力的拉开你的肩膀锁骨，对，最后一次，好，准备从头水平拉，嘿，对。如果呢三点平衡不稳定，脚可以稍微开一点，或者真的累得受不了，可以跪下来休息一下，这是都 OK 的哦。来，慢慢的往外点脚，慢 and slow， 慢的目的是要先学习如何控制骨盆。好，加快 ，Yes good。点的时候很轻，像蜻蜓点水一样轻，才不会造成骨盆的震荡。加油，头到脚都要拉长哦。来，侧棒式拉弓箭，肩膀锁骨打开，掌心推回来，拳头，掌心，所以拳头跟掌心要分开，掌心打开回来就能够稳定。我们还有两次，跟着肩奏拉得更有力。Awesome, go！ 好，我们跪到婴儿跪姿休息四秒钟，四秒钟结束，马上回来，准备，手拉两下，脚点两次，前脚。后脚，手拉两下，更有挑战喽。脚点两次，最后的冲刺，拉弓箭，走，同步哦，加油！终点就在前方了。我们要进行30秒的侧棒式拉弓箭，我相信你会撑过去。当然你可以随时选择跪下来替代，包含你的脚踝、骨盆、肩带都一起转，太赞了各位，你还有两次的机会挑战自己，享受你的呼吸，所以打开吸气，回来吐气，婴儿跪姿结束。 Good job。我们准备进入到 100 次呼吸，准备卷下来，来，双脚设定 tabletop， 双手延伸朝脚尖，膝型弯曲维持住，然后你可以跟着昭胜老师做替代，脚尖延伸，手指拉长，看我，准备。Circle 或点地 Go， 用你的脚掌画圈擦过地板，有困难脚点地，吸 and 吐，吸 and 吐，好，准备组合 Double leg stretch 一次，从两侧画圈回来，画圈或点地，连接你的呼吸，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快的吸，
吐，来，百次呼吸，吸，二，三，四，吐，二，三，四，停，节奏进来，动作加强，吸，二，三，四，吐，二，四，肩膀没有晃动，保持稳定，再两组，有力的拍打双手，手指充满力量 ，One more， 准备从头，单脚画圈或点第一，二，好，注意喽，如果腹部力量不够，会用脖子代偿，来，请注意把头躺下来做，像这样，都 OK 的，好，没有问题，组合 ，Double leg stretch，slow， 画圈回来。单脚点地或画圈，再一组配合呼吸，吸 and 吐，加快呼吸，吸吐，背百次呼吸，吐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脖子酸怎么办？躺着做也是有效果。好，各位。我们第二回合要连做八组哈，再四次，吸二三四，吐二三四，保持心型弯曲，肩膀不要晃动，头延伸，再来，双手拍打有力，像拍打两个皮球。好，第三回合直接进组合，双手双脚，吐，单脚，呜，记得脖子酸，头躺下来。准备最后的冲刺，告诉大家好消息，最后冲刺百次只有两组半，吸二三吐，最后一组半，加油，吸二三吐，最后半组，吸四下结束，停，慢慢放下， Good job， 延续仰卧姿来进行 shoulder bridge， 就是桥式训练，来做髋伸，那我们脚跟尽量踩得靠近臀部一点，来加大活动范围，双手贴在身体两侧，那音乐预备，我们将会从上方开始哦，好，慢慢推起来，推上，四三二，走路前脚先前后前后，好，就这么简单，走路的时候臀部没有掉下来，保持臀部收紧，重量落在肩膀，走得很轻，减少臀部的震荡，好，新动作，臀部下上一次，脚跟颠一下，这是一个组合，再一遍 down and up， 好，颠完加快做三回，嘿耶，跟着音乐，三组做完走四步， front backFront 下，如果你想要更有效果的话，臀部可以不落地，好，走路走，来，两拍下降休息，再次推起来，走路前脚从头， One two one two， 前后前后，好，轻轻的，这一回合臀部夹得更紧，让你的臀部震荡少一点，距离走得长一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后一走，臀部下上，脚跟颠，重量落在前脚掌，再一遍，啊，准备加快组合 ，Go， 上，嘿，两个，再一个，走路，好，继续这个组合，你可以选择继续走路。或跟着我加强度，怎么改呢？可以的人请看，踢腿翘脚，自己，嘿 ，good， 准备走路踢腿翘脚 ，one more time，good，beautiful， 跟着音乐喽。好，两拍下来休息，推高，我们把刚才的组合再冲一波好吗？推高上来，听，倒数四三二 ，Go，Yes，
Beautiful。好，走路踢腿翘脚，自己选啊。你可以跟好招生老师一样做走路的替代。那想挑战的踢腿翘脚结束，放下。好，我们准备换后脚启动哦。前奏准备，慢慢屁股推起来，重量落到肩膀上，后脚先走 walking， 一二三四，后前后前，换成后脚启动，感觉就不一样咯。好，我知道刚刚有点疲劳，你要更集中精神，让你的骨盆保持在中立位，震荡越小越好。好，臀部下上，踮脚跟， OK， down and up。 好，准备加快 go， 三组哦。 One more， 接后脚走路，四三二，跟着音乐 down and up， 力壮有力走路。好，休息两拍下来，两拍上去，重新走路，后脚一二三四， one two three， 我们把臀部收得更紧，我们走得更远，双手跟肩膀承受重量，加油， good， yeah。 好，一样先做慢的臀部下上下上，颠 N 踩，有做对吗？那我们准备组合加快咯，组合上嘿，往上嘿， down and up， 接走路。好，先看我预告哦，你可以跟招胜老师一样保持原来的版本，或者跟我挑战后脚踢腿翘脚 go， 自己感觉 Woo， 踢腿翘脚或走路 yeah， beautiful， good， 有感觉了吗？走路或踢腿翘脚两拍，休息一下， good， 吸气下来，吐气上去，准备冲刺，听我倒数，四三二下，嘿 ，good， 走路或踢翘踢 go， 你在踢腿翘脚或走路的时候，屁股不会掉下来的哦。最后一次踢，哎，结束，放。Woo！